美女，我着急上厕所，帮我看一下包。哦，行，谢谢啊。你放这就行了。谢谢啊。我包呢？你的包，你是不是光顾着玩手机，给我把包砍丢了？不能跟你说吧，3000块钱一分都不能少。包没在我这儿，你可以去问你合伙要。我还没说你的包怎么样，你怎么就知道是别人抢？你这儿最近的卫生间最快往返也得15分钟，从你离开到现在还不到10分，你是瞅准时间就出现了。看来你的合伙没有计划好时间。如果你执意要钱的话，可以找警察来解决你。不过因为也没有事，这个包上是没有我的指纹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现在骗子的套路越来越深，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。想让什么你点吧。爆炒猪肝、精品凉菜、韭菜鸡蛋、莴笋。哎，行行，够了够了够了。这么凶吗？等等，爆精酒，他在求救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哎，你带我妹去哪儿啊？你妹妹是吧？那我先拿照片去派出所核实一下。走，要不还是送你去派出所吧。没事，我能用你手机联系一下我哥吗？行。你没事吧你？你是谁啊？他是我哥。美女，我家前面，我家还被查了。恐怕我为你们上去就下不来了吧？扶你的时候很轻快，完全不像浑然无力的样子。你刚才问我借手机，一个电话一个短信都没发。你的目的是为了删你跟你同伙的照片吧？哎，看那。当你是在外面想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一定要量力而行，可以先用手机拍下来求助人的照片发给家人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错了，行不行？跟我回家吧。错了，就是我都知道错了。干嘛在那边天哪？在我家睡双管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。你们要是一家人，他会说不认识你们。这是我弟妹。就是。哎，真的，我报警了。美女，我自己不能走了，你能送送我吗？嗯，行。没人吗？美女，从那拐角就到了。主动上手，别装了。人多的时候你们并没有争吵，我走近了你们也吵起来了，是找好目标了吧？我说要报警的时候你咋后面摇头，是示意要他们走了？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俩同伙现在就在拐角后面躲着吧。你再动我一下，我都拨出去了。现在的坏人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团伙作案，在帮助陌生人的时候最好提前打开手机录像，并且做好求助准备。书篇精品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EFF577 关注后免费进内部群，每天看视频。